你要见我，你的目的已经达成了。你当妈无代志，是不是应该甲因通知，叫因入来看你，伊嘛较安心嘛？啥物怕算？当讲患难见真情，我要利用这个机会来考验我今日是谁对我的好心。原来你不是阮家己，无把阮家己当作是阮家的人，是恁阮家的人白天混，无把阮当作是家己人。就算讲是安尼，恁对一个年岁这么大的老大人，连基本的尊重跟礼貌都拢无，搁将伊气到昏去，倒来甚至有性命危险，恁安尼做，敢会感觉伤超过啊？搁再讲啦。你连黄家住这尼侪年啊，就算讲黄家饲的一只狗，伊嘛会对主人产生感情。敢讲你连精神拢不如？不管我过去做了对不对，我无需要辩解。但是你嘛爱知影，这做老大人的思量，甲你囝儿的苦心，我请你当怀疑。你都可怜我这老大人。我希望讲，你当跟我的囝加斗阵，加加讲几句话。阿姐，你莫安尼啊！你那只举动，你保重你家己的身体啊！别笑，我只要求你留下来，莫走。原来我。跟你跪，干啥？你袂当安尼啦，明秋！干啥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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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袂创啥？没啦！干啥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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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快死啊！干啥？看起来说真的，你是不是当了解我？看起来，你别在哭，拄则是我不对，我无应该我走就走。看起来，勇哥，当年你嘛是因为跟我结起我走就走，可是一天走就走十几年。其实明秋心肝内哦，嘛是做思念你的，嘛做想要倒来见你的。啊，不过你迄个怨气，伊就是吞袂落啦。明秋，刚才我跟你分享心事，你都别跟我计较好，明秋。人讲天下无不是的父母，咱母仔囝真无简单，才会当重逢，会当团圆。我当然唔敢去甲你受气，但不过，我就是我到原谅冰村。明秋，我有亲耳听到美华，我跟冰村去找你，敢讲，唔是冰村亲身甲你讲的是？阿姐，冰村哦，开始有亲身去找冰秋了。啊！不过因两兄弟见面了，结果嘛是搁冤家。我在天命之中哦，安怎苦劝拢无路用，最后也是志忠甲阮讲你的代志。啊！不过卡姐，我甲你保证，平秋听到你昏迷不醒了，马上就赶来看你啊！这是实在话哦。平秋，多谢你。卡姐，请你慢点。我关心你，本来都是应该的。哦，喂啊，阿姐嘛，变成你男的，伫咧外口，麻烦你去叫伊入来。卡姐，你叫伊入来要送啥？当然，我害你两兄弟伫卡姐面前阿不就好好啊？这是不可能啊！冰秋。请你莫勉强我，莫为难我，好无啦？卡姐，我看这个代志哦，以后就不巧啦，哦。以后，以后我是在讲大家什么时阵啦？
再讲。家长，你要见我，你的目的已经达成了。你当妈无代志，是不是应该甲因通知，叫因入来看你，伊嘛较安心嘛？要袂用的，为什么？我这边骗大家，最主要是我要逼冰村，叫你回来见我。另外，我搁我的打算。什么打算？人讲，犯人见真情，我要利用这个机会来考验我的家人是谁对我的好心。家姐，安尼你试探出来未？冰村、甲美华，啊，佮志亮、志涵，当然啦，恁两个要再来，恁的好心是绝对无话讲的。今嘛，我佮要试探，啊，佮有两个人。对，甜蜜啦，你去找老友英、甲志亮来。周信。夫人，老友英女士，吴志荣先生来。请进来，请。请。主席，夫人。将家卖给我出息，我即马身份是吴家长子，吴家大大小小所有代志由我负责主持大局。你即马希望我叫你一声大伯姓，也毋过我甲吴家连一点仔血缘关系都无，这点我相信你应该已经知影。我当然知影，但讲吴志良，你毋通袂记哩。你即马个姓，恁妈妈也未甲冰村离婚，恁两个。到即马，也阁确确实实，也阁是吴家的人，这点恁应该我都无承认才对。也是讲，恁早就无将家己当作是吴家的人啊，所以恁才会无计卡账，该讲话大细声，还竟然因为你的心事气甲混混到，到即马还阁分袂不清。今仔日毋是阮家己，无将阮家己当作是吴家的人。是恁五个人拜天文，无把阮当作是家己人。就算讲是安尼，恁对一个年岁这么大的老大人，连基本的尊重跟礼貌都拢无，搁将伊气到昏气倒来，甚至有性命危险，恁安尼做，敢袂感觉伤超过啊？搁再讲啦，恁连五家带这么侪年啊，就算讲五家饲的一只狗，伊嘛对主人产生感情，敢讲你连精神拢不如？